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，我在三亚的火车站。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5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Thank you.
又是新的一天，现在去东莞的会场。早上好冷啊，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这边啊，左转，随后驶入左侧三车道，广州这个路啊，真的是随后250米向右前方行驶。放歪了，嗨！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搞得像非主流一样。Hello， 是吧？我。我想万年路啊 ，A P C， 我知道，那个在哪？那个。这里是央视电器的流通，中国人也有讲究环境，我们的风景一样的严重。现在是晚上12点，我们刚下课。好学之人，好学，你看这个还在看书呢。你们为什么戴口罩？是因为太丑了。是太丑了，实在太憔悴了。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了，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我们要继续去上课了。这我命，那这就是随命的人，你带着这个续图的话，你有财库。为什么王建林有钱？这是我们出来的第四天。快速结束我们的辅导，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，请大家把手。
你确定不关注我吗？滑着滑着就找不到我了。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后才会有迷人芬芳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发展不起来了，真的要绝望了。我们现在从东莞回海口，好臭啊，车上屎味儿。高档卧铺，买了这种卧铺还花了300块钱，换了哈。我们那个车已经坐满了，但是还为了赚钱就加到一起。好多冰糖，不知道我都放不下去了。是应该叫做一直有这种事情在发生，只是我们太久没有经历了。这是省钱呐。他们肯定是这车嘛。反正我们现在是倒了第二次车了，深更半夜。听说还有两次，还要倒两次车才能倒到我们的目的地。旅途艰辛呐、啊，北探家不容易。我们就像被贩卖人口一样。
我们坐了卧铺之后又换了座位，对，座位的那个。现在是晚上1点钟，人都要崩溃了，突然有点讨厌这个地方了。现在是1点钟，我们坐2:20的船到海口的新海港。反正我现在是感觉海南岛这个地方发展不起来了，太折腾人了。进一次岛我们已经经历了多久了，我们从下午3点钟到现在11个小时了，将近12个小时了，绝望。真的要绝望了。火车也很折腾啊，火车要15个小时啊，没有高铁，而且高铁不好。对啊，如果是我要去一个地方工作，我肯定不会选择这个地方的。说出来，哎呦，其他是飞来飞去的人，是普通一般的人工作，他肯定是不愿意来这里的。我的船到了，上面人坐上面，都是硬板凳了，找个地方坐吧。耶，这里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脏死了，不走不找这个坐，我们就找这个地方坐吧。我没办法了，只能不文明了，就这么。显得我太笨了，我就得在后睡觉了。我拿着我的吧，睡吧睡吧。凌晨4点，到海口了。我在哪儿去？最后一趟了，转车转了5-6趟，最后一趟到家。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，我在三亚的火车站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去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去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Thank you.
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去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去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去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去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Thank you.
是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三亚的阳光还很好的。我现在到我这几天在三亚要住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红箭旅租的楼上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房间。一般客人住在五星级酒店，我们就会住在外面这样的小宾馆。